是这款命运，勇敢面对，我来分享一份故乡的人家，平凡百姓厝内有，热烈时阵的。林大哥若看到这道，一定很欢喜的。哎，林先生吼，安尼甲咱斗搬厝啦，啊厝早起吼无闲到今嘛，我当然嘛爱注意上爱食的凊彩丸啦。阿珍吼，也真爱食这呢。阿母，你敢有感觉林大哥足介意你这？你是来黑白讲啥？这款话唔通黑白讲的。咱同姓林、同宗的，是要结婚啦？无啦，我只是咧讲我的感觉尔啦。甲伊做伙食吼。好好，你去提碗来。哇，
阿姆的招牌呢？菜丸呐、啊，安尼我今仔阁有口福啊，多谢阿姆。嗨，你若通安尼讲啦，你也爱吃，你也爱吃哦。后天哦，带查某朋友来，我教伊安怎做，安尼吼，你逐天都用个食着菜丸啊。阿姆，我无女朋友啦。阿金啊，啊你实在是哦。无女朋友，你哪无甲我讲啦？啊，亲像林先生人这么好，啊，搁咱同宗的呢，这么有缘，就亲像你的大兄同款啦。啊，伊无女朋友，啊，你哪无甲介绍一个？无你嘛甲阿叔阿公，请伊吼介绍一个女朋友给伊啊。哈？啊，你袂记啊？啊，恁姊夫咧公家处上班啊，迄内底迄金马小姐，逐日是足水，还搁足巧的啊。哈，阿姆，多谢啦。啊，我看也是免介绍好啦。这款代志，我其实讲较相信顺其自然啦。哎、欸，阿姆啊，无你教我这个菜园那边怎做啊？吼，我好来做一个团家食谱。讲到这客气。阿姆，我先放去我阿姐食吼。你老定食。啊，你后抓来吼，无带查某朋友来，我替你介绍一下。哎、欸，啊你搁无爱紧，甲阮阿母说多谢。我吃这么大汉哦，拢还袂看过阮阿母讲要替啥人介绍女朋友呢？多谢阿母。好了，刚才那个炸汤圆好好吃，我吃好多哎，对吧？真的很重视哎。哎呀，这里的风景也太美了吧！廖美丽，你好幸福，住在那么漂亮的地方，所以我才叫廖美丽呀、啊。阿廖，嗯，你们三峡的大拜拜也太盛大了吧？对啊，感觉比台北还要热闹哎。嗯，哎呀，每年都这样啊，之前叫你们来啊，你们都不来啊。好啦，今天不是来了吗？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一堆菜，我们可以吃好几天了耶。我跟你讲，这还不算多，要不是哦，你们要坐车回台北，我妈一定会打包更多让你们带回去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吃不下了。你少来，你才不是吃不下，你是怕胖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而且最怕胖了，没办法，你都长高，还长肉啊。多谢呢，啊，遐尼侪物件。无啦，你们妈都唔知哦。我阿母看到因哦来玩大拜拜哦，有我欢喜呢。啊，这位是？伊哦是陈慈欣呐、啊，是我台二女的时候哦最好的朋友啦。林妈妈你好。阿母，阿阮先把这菜摕入去去。来得及啦，谢谢你妈妈。来吃水果，谢谢。请喝茶，谢谢。对啊，我们四个里面啊，熊怕表就是伊啊啦。哪有啊？哪没有？你妈妈你唔知哦，她白天的时候在贸易公司上班呐、啊。晚上的时候在补校兼课教书。少年人这么打拼，啊，身体你嘛爱顾嘞。我知啦，林妈妈，我暗时伫咧补校教课，一礼拜干呐几工尔尔。吃水果。对啊，就吃个，就吃个。谢谢。哎呀，林妈妈一起用啊。阿母，你足辛苦的呢，你看你只哦，拢顶酷酷安尼。啊，你体力啊，我甲你抓脚哦，吼。脚爱抓。嘿啊，会酸无？哦，抓
好，安姐，好。阿玲卡，好，哈，安尼好吧？阿母，你卡有够在爽啊？无啦，哎呦，啊恁两个好啊，人一个人抓着好啊，遐。阿母，啊你大概拢讲阮工课伤辛苦。 你拢无爱想看卖，你逐工吼安尼，你嘛做，咪嘛做，敢会受忝？对啊，阿母哦，阮拢一直甲你讲，莫阁摕遐尔济衫转来做，你哪会拢袂听？无啊，阮有摕偌济转来做。阿母，阮即摆拢伫咧趁钱啊，你都莫阁遐辛苦啊嘛。对啊，阿母，若是你讲无爱听哦，后摆大姊转来的时阵。 我就要跟他告状。哦，恁两个呢，起起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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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顶届才讲要替林明杰介绍女朋友，今摆又搁问我慈心有查甫朋友无？阿母，你敢袂是想要把陈慈心介绍给林大哥？啊？哦，恁两个我讲一句，恁应百几句呢？啊无，恁哪会问我慈心有男朋友无？对啊。我想讲，这查某囡仔安尼笑起来哦，足古锥，足有人缘的啦。慈心介绍阿华啦，啊，对吼，咱哪会都无想过会当甲陈慈心介绍予李兄啦，阿母你就叫诶，未歹呢，你讲迄查甫囡仔也叫做嘉禾哦，系啊，啊，真拄好，是啊。伊哦是交大电子系毕业啦，今嘛在电子公司上班。听讲哦，伊公司设计的计算机，伫国外都卖啊足好呢。交通大学哦，安尼恁陈伯伯吼，一定会感觉袂歹。陈伯伯嘛是交通大学啊。毋是啦，是哦，铁路局遐主管啦、啊、董事啦、啊，大部分哦拢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啦。所以吼，伊一直感觉吼，交大袂歹。是哦。妈，你买两只小饭蛋。啊。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在跟陈妈妈说，明天我们约了淑珍的二哥要一起出去的事情啦。哦。是啊，我听阿廖在讲哦，我感觉迄查甫囡仔应该袂歹。哎呦妈，你是听阿廖讲到倒位去啦？明仔载只是大家约要看电影而已。无啥啦，看电影尔尔啦，无啥无啥啦。啊你吼、哦，自毕业了后吼，逐工都无闲上班啦。啊若无吼，就是要剪彩上课啦。三不五时啊，嘛爱半节时间交一个朋友咧。哎呦妈！好啦好啦，我莫讲我莫讲。陈妈妈，葡萄足甜的。玲玲，玲玲，干嘛跟我妈讲那么多啊？什么啦？你还跟我装蒜？哦，你说相亲的事哦？相什么亲啊？不就从小带她一起看电影而已。啊，对对对，大家认识一下而已嘛。那你还跟我妈讲那么多？哎呀，就随便聊聊而已啊。不过啊，淑珍她二哥真的很不错哦。交大电子系毕业，现在啊是电子公司的主管，无不良嗜好，而且啊在建中的时候就是足球校队，而且还是标准的纯情版，就谈过一次半的恋爱。一次半？什么是一次半的恋爱？这一次半的恋爱啊，
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啊，在他交大的时候，他跟一个师大的女生交往，就他当兵的时候啊，那女生啊，竟然兵变呢，跟他们体育老师在一起。二哥，等一下人家来了，拜托你不要都不讲话哦。你会不会管太多啦？哪有啊，哎，这可是阿布特别提醒我要交代你的耶。难怪大哥都叫你小管家婆。该管的当然要管呐、啊。哎，他们来了，阿廖。哎，你们坐，你们坐。谢谢。你要喝什么？冬瓜茶好不好？啊。老板，两杯冬瓜茶。二哥，这是我高中的师大啦，陈慈欣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林嘉和。他哥哥也叫嘉和，跟你同名。是啊。不然你们先坐，我先去买电影票。哎，二哥，你别去了，我们去排就好了啦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去排就好了啦。哎，你们聊，我们去买电影票就好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去买电影票。阿廖跟我说，你白天在上班，晚上还有在兼课。嗯，我有在补校兼课。补校？那你的同学应该很多都是社会人士了吧？嗯，有很多学生年纪都比我还大，他们常常都开我玩笑，叫我小妹妹老师。小妹妹老师？不像他们会这样叫你，大概是因为你看起来有点娃娃脸。笑起来很可爱的关系吧。会不会我二哥太无趣，结果害慈欣走掉啊？真假？会那么严重吗？会。我认得我二哥，有可能。真的假的？好险，你有想到戏票这一招。对哦，不想让他们看到戏票会怎么样？好，只有两只。像这个自电机啊，如果从开始，那它一路这样子走。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嘛。等一下，这个继电器啊，如果从开始，那它一路一路走到结束，差不多是20秒的时间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复杂。哦天哪，他该不会又在给人家教课了吧？不会吧？为了把这些 IC 设计组合起来，我们就花了好多的时间跟人力在上面。所以啊，我们做的计算机就是要在美国市场上和日本制的拼一拼。你的工作好厉害哦！没有了。喂。电影票买好了。哎，怎么只有两张啊？哦，我刚刚看到大拍卖啊，他们两个啊要陪我去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别忘了电影半小时后开演哦。拜拜。我家就在前面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应该的。我们家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住在这附近的。
是吗？所以你也是正义国小的？没有，我们家的户籍是寄在台北，所以我读的是永乐国小。真的吗？我也是哎，我小四的时候，我爸还帮我寄户籍，从正义转到永乐。是哦。嗯。那你应该是跟淑珍同届啊。对耶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下次问他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家的菜园。你们家种的？嗯。小时候我们家附近也很多像这样的菜园哎。这个菜园里面的菜都是我跟阿妈一起种的，有地瓜、小白菜，有时候还会种空心菜跟青江菜。看不出来你会种菜。我阿妈说，我们做人要学习亲手栽种，这样子才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天生地养，也才懂得什么叫敬天谢地。林二哥，我家就在前面了。你送我到这里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陪你走。谢谢。干袂去吃宵夜？倒来啊！我倒来。你哈，安怎？什么安怎？陈慈欣啊！因是问讲吼，啊，你感觉慈欣这个查某囡仔安怎？唔歹啊，嘛足古锥个。你知影伊古锥哦，啊！你查甫囡仔，你嘛爱较主动嘞，开嘴去人约。好。慈心介绍囡仔吼，愈看愈有我的缘嘞。哎，你们看电影之前有没有先去逛街啊？廖美丽，你们真的很过分呢！说好大家一起去看电影，结果通通都跑光，剩我一个。哎呦，这才是牵红线嘛，哪有没人一直跟到底的、啊？所以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就感觉人还不错啊。还不错的意思就是 OK 了。你很三八。那他有没有约你下次再一起出去啊？没有啦。那还有没有跟你要电话？没有，好了，你好了你，赶快去睡觉。好了好了，不闹你了不闹你了，先这样子，拜拜。学长。嗯，学长，有没有听说最近公司是不是有些事情啊？应该还好吧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，千万不要乱听。而且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，Stan 一定会跟我们说的。也是啦，就想说跟你讲一下，看有没有听说是什么。后天要测试的东西，我们都做好了。嗯，差不多了，再差一点就好。这，新加坡最好耍的吼。迄个所在哦，是足清气的啦，啊，不过嘛是感觉足热的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。阿喜兰家就上好。对啦，听父讲你今麦是生一个袂歹查某囡仔。对啦，阿姨是阿廖的同学。安那，阿你无介意？无啦，嘛不是无介意啦。
其实我现在感觉感情的代志，还是等我家己的工作较稳定了才来讲。啊，你嘛知影，云小弟进前的经验，拢是足好的。一切拢是缘分啊！我大胆讲，每一段感情拢是独立的。我知啊，莫烦恼。我才袂烦恼嘞，是阿母咧烦恼啦。你唔知阿母做烦恼的啦。阿母哦，伊虽然是无咧讲，啊不过伊心肝内哦，是一直做烦恼的。伊烦恼你哦，啊过做十年啦，拢无想要交女朋友。车停好了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大姐。大姐你好。这是我公司的同事。对，我叫林明杰。嗯、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、欸，阿姨。林，长好大嘞。哎、欸，大姐，我们车停在附近啊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来来，这行李我来拿。没，没关系，我来，让我来，来。阿豪，俗语有讲啦，成家立业。成家也还是摆在立业的前面。家，你即摆开餐厅，生意袂歹，食无闲吼。对啊，开餐厅了后，拢有食很够点，即摆拢无法度做伙转来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嘿，啊，不过你拢转来啊。啊，嘉伟一个人伫咧厝诶，啊，谁甲顾？阮大家哦、喔，反正我一个人，个两个囡仔，伊无闲袂过来啦，啊，就叫我甲传妞妞过来就好啊。啊，嘉伟哦，伊就留伫遐照顾。恁个大家哦、喔，真好啦。你爱怎样共友好呢？知无？我知啦。来，小妈开讲者吼。阿妈，好你个，你阿姑拄啊动静结霜啊啦！丽丽，你有想要去倒位耍无？甲阿姑讲。我想要去儿童乐园。哦。可以吗，妈妈？你问阿姑啊，阿姑说可以就可以啊。阿姑可以吗？当然，那是可以啊。阿姑讲话啦。儿童乐园呢，我要去。你都几岁了？二姐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阿爸就带我们去过那么一次，好多东西都还没玩到哎。哎，好啊，要不然打电话问阿廖跟陈慈欣，看他们有没有空。如果有空，就大家一起去啊。我？嗯嗯。哎、啊，你要叫慈欣家己敲电话就好啊，你是安怎叫燕燕卡？对啊，啊不是无识识啊，那就招这么多人陪你去啊。我当然叫卡啦。哎，二哥，那我不去了。阿姨，一起去嘛。丽玲乖，阿姨跟你说，阿姨如果跟你们去，就会变成电灯泡。阿姨做电灯泡太亮了，这样不太好，知道吗？为什么阿姨会变成电灯泡？Thank you.
嘉禾。我们来玩踢正步，快点。踢正步。球刚好好买颗，请爸爸买颗气球给你呢。他不是我爸爸，他是我舅舅啦。哦，是你舅舅，要不要请你舅舅跟舅妈买气球给你呢？我要橘色的。有给要娶新妇啊？卖莫白讲啊你，不然就是啊，你拢会记得吼？当年姊夫大嫂啊，搁有迄个新梅姐，第一摆来咱兜食饭的时阵，是不是我敢那有菜一汤？小等慈心来吼，你唔通乌白讲，有听到？阿母安怎来啊？大姐，大姐你好，我是慈心。你好，谢谢你哦，陪丽丽玩一整天呢。不要这么说啦，我自己也玩得很开心。对啊，妈，你看，这阿姨买给我的哦。妈妈不是跟你讲，不能随便跟人家要东西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姐，是我自己要买给她的。不好意思哎，谢谢啊。你有没有跟阿姨说谢谢？当然有啊。我跟阿姨是同一国的哦。哦，你跟阿姨是同一国的，那小阿姨怎么办？也是一国的，女生一国。好啦，今天洗手煮食饭，今日天气。阿姨，我们一起去洗手。好啊。阿姑，你也一起去。好啊，走。阿姑，阿你看起来是有希望啊。玩得很开心哦。嗯，还蛮开心的，大姐和女儿很可爱哦。是哦，那她舅舅可不可爱啊？哎呦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关心进度嘛。哪有什么进度啊，不要乱讲。好啊，那我就不要问啊。所以二哥跟我说了什么应该也不用跟你说咯。哎，什么二哥说了什么？哎呀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啦。哎，你快讲啊，弄我们讲话讲一半的。哦，抓到了哈。抓到什么啊？看来你应该蛮喜欢二哥的吼。我哪有喜欢他啊，你不要乱讲啦。吼，还不承认，不然的话干嘛那么紧张？我哪有紧张啊，是你自己说话说一半的。拜托，我高一就认识你了，自从你大一跟那花心男分手之后，那么多年了，我跟你哥又不是没有介绍朋友给你认识，你哪一次会在意人家说了什么啊？好啦，那林二哥到底说了什么？骗你的啦，他怎么可能跟我说什么啊？哎，你这个很糟糕哎，兵不厌诈啊，不这样的话怎么套出你的话呢？是廖美丽，你这个坏心人，还羞羞脸哎！我又没有喜欢那你才啊，你才有嘞，我没有。哦，你小要困一下，炖一粒鸡汤啦，好不？好啦好啦。今仔今仔是几点？十一点外呢。嗯。阿珍啊。嗯。啊，你有发现最近阿母拢足晚才回来嘞？嗯，可能公司较无闲吧。阿母，你拢唔知哦。迄真少咧做研发的，参像你遐进前遐好命，常常拢毋免加班的，好无？
无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吼，阿豪敢会甲痴心蝶约会？无可能。你是安怎讲无可能？阿母，我甲阿廖足熟个，好无？你以后若是有约痴心，我一定头一个知影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自顶界到今嘛，阿豪拢无约痴心出去哦？阿母，你着急啥物啊？自顶摆到即摆嘛无一句话，好无？袂用个，袂用，安尼袂用个。阿珍啊，你敲电话哦，啊叫阿廖甲慈心来咱家食饭啊。哈？哇！阿母，你要主动出击了？我着讲咩？阿母就着急想要娶新妇啊。阿母，啊那安尼我是要安怎讲啊？啊，无代无志，雄雄找人来厝内底食饭，敢袂真奇怪？有啥物奇怪？啊，啥物食饭？我知啊，后礼拜我生日啊，就讲是要帮我过生日就好啊。你吼，你是惊全世界拢毋知你生日要搞得着啊？我哪有啊？拜托，林大哥还说下礼拜要请我吃大餐，庆祝我生日哎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吼、哦，这边哦算你巧啦。安尼，你先煞招迄个林先生吼来厝内底食饭啊，啊，逐遍拢有请，拢袂歹势哦。哪呀？食饱未？食饱啊。好，等下，我阿母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后礼拜哦，燕燕要过生日啦，啊，我是想讲要招迄个阿廖甲慈心。来厝内底食饭啦，哈！好啊。哦。嘿，是要庆祝你又老一岁了，对？什么又老了一岁？你会不会说话？啊，到时吼，你唔通阁话我加班嘞，较早转来嘞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我先来洗身躯啦。淑娟，我们都已经晚了十分钟嘞，结果她到现在还没下来。没关系啦，她今天女主角哎。哎，我听说你要离职啊。你听谁说的？哎，谁说的不重要嘛。你是不是真的要离职？是有别间公司要找我啦，但是也只是想而已。这样。那我如果告诉你说我要开公司，你有没有打算要投资啊？你不要开我玩笑了，我每个月的薪水都是要当家用的，我哪有闲钱投资啊？真的假的啊？全部的薪水你都当家用？当然是真的，不止我，淑娟，我二哥，我们每个月的薪水全部都是要交给我妈的，好吗？哇。你们家真的好特别啊！什么叫我们家很特别？跟你们家不一样就叫特别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你生气啊？没有啦。淑娟怎么还不下来啊？哎，我如果跟你说，我已经开公司了。开公司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很久啦。很久？你不是一直都还在公司上班吗？哦，那是因为很久以前呢，我就跟同学一起合开一个工厂啊。啊，只不过现在工厂是同学在管。所以你不用管了？我也管啊。我就负责在外面赚钱，然后回去发给他们薪水。啊？都跟你说是草创嘛。所以我才问你说啊，你如果真的要离职的话，那你要不要考虑到我们公司来跟我一起做？然后你继续当业务，赚钱来给我薪水啊？不用了，你要是想要找会计，讲一声就行啦。
我可以免费帮你记账。啊？不错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那个了不起的客户啊，等了他一天的电话都等不到，我才刚收好东西正要走，他电话就来了。哎呦，没关系，因为今天你最大，你是寿星嘛，对不对？林大哥，今天什么事你这么开心啊？哦，因为刚刚有人啊说要免费当我的会计，所以我当然开心了。会计。好了，坐好了，要走了。需要周转当然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公司现在现金都已经陆陆续续被调走了，真的不行，公司真的现在没有现金了，真的。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好，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我二哥能早日找到真爱，娶个二嫂进门。第三个愿望，第三个愿望，我被老侯啊上爱的阿母，我希望伊不管希望啥物代志，拢会当实现。林先生啊，阿廖就麻烦你甲送转咧。哎呦，迄老生的问题啦，只要你交代吼，就算送到台中，迄嘛是应该啊，甲三点尔，迄哪有算啥啦？阿廖，你今天真的不去住我家吗？不行啦，我明天一大早要陪我妈出去。哦，这样子啊，要不要我一起送？而且我看这个二哥哦，人也蛮累的。林大哥，不用了啦，快送阿廖回去啊，他明天一大早还有事，不要让廖妈妈等太久哈。我妈还在家里面等我了，麻烦你了。哦哦，先走，先走，拜拜。哎，阿姆，我先来去啊，哦，阿姆再见。哦，感谢你耶，感谢你耶。阿母，我先把执行上等你。哦，你妈妈，多谢你的招待，我先来等啊。好啦，你后抓一定爱来呢。好，我一定过来。一定呢。嗯。哎呦，好，你妈妈再见。哦，再见，再见。阿母，再见。豆豆来啦！好啊啦，莫搁看啦，人拢行落去啊啦。这个慈心哦，哎，我愈看愈有我的缘呢。阿母，你放心，你若是遮爱看吼，等多一天，二兄真正甲伊带转来，伊就会去打工看，看到你欢喜，安尼好无？
林二哥，好，我家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一直在想事情。没关系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啊。嗯，那我先进去了，再见。林二哥。 她整个人变得好憔悴哦。这次我们的小公主真的动了凡心哦。这内底吼，毋那是姐阿娘，也有我阿玲姐姐、林小妹对你的支持。用白发写真回，用汗水中心。 用皱纹折起岁月，从来不说累。用青春灌溉我一生，用仁慈敲开心门，用微笑抚平我的伤痕，用心平气和让梦安。